我回来了。回来了，我一直忙活到现在，今天啊，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艺。过来，过来，你看，我今天做的是淮扬菜，青菜蟹粉狮子头。快洗手啊，凉了不好吃了。这些复印件我只给过你一个人，我自己都没有留复印件。王粉蔻出卖了林森林，你别再给我演戏了。玩人没你这么玩的。来，你尝一下，这道菜叫水晶削肉，这道菜叫大煮干丝，这些都是正宗的淮扬菜，知道吗？中国四大菜系只有淮扬菜是以省级以下城市命名的菜系。你看书上写着，淮安、扬州、镇江三地菜肴从明清以后融合形成的菜系，淮扬菜选料严谨，因材施艺，制作精细，风格雅丽，追求本味，清鲜平和。你听没听说过什么叫醉蟹不看灯，风鸡不过灯，刀鱼不过清明，鲟鱼不过端午？怎么了？没怎么。我今天忙了一个下午，你应该对这桌菜给一句评价吧？好吃啊。好，就完了。完了？不是，我辛辛苦苦的做了那么一桌子菜，你就两个字完了？那你做菜就是给人家吃的嘛，让人吃完了说好吃，不就达到目的了吗？文蔻，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我们两个人明天就要去登记了，从明天开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要共同面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一直走下去。所以你要是真的遇到了问题，你现在就要告诉我好吗？我要是跟你说了你会生气的。傻丫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是这样的，我前段时间一直瞒着你，在帮林森林做一个调查。那天你我和鸽子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中途接完电话跑出去了，是去见他了？嗯，我瞒着你别生气啊，主要是因为我答应他了要替他保密，还有你是公司的法律顾问，我要是告诉你了，你说你是管好还是不管好？你要是管了，你帮谁啊？我不想让你为难，所以就瞒着你了。我之所以不闻不问，因为我知道你的性格，你是不撞南墙死不回头。怎么？为什么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了？现在没有隐瞒的必要了。他们公司已经知道了，林森林也因为这件事被开除了。什么？开除了？林森林复印了一份他们公司的财务报表，交给了我。想让我拿着作为线索去调查，可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怎么会有一份相同的复印件交到了他们公司花无间的手上，而且还摊在了林森林的面前。现在林森林一口咬定是我出卖了他，可我知道我自己根本就没有做，可我又没有办法替自己辩护，因为除了他，就只有我拿过这些复印件。可是这复印件未必给了你一个人。不可能，林森林说了，他就复印了一份交给了我，他自己都没留。
我现在根本就说不清楚。你说一个律师做了对不起自己当事人的事，你别那么想。在没有正式接受委托之前，你既不是他代理人，他也不是你当事人。就算不是，他那么信任我，他现在觉得我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他觉得他所受的伤害全是我造成的。我最受不了被别人冤枉了，这种感觉就像心里堵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过气，你知道吗？宋总，喂，宋总，小马，你现在有空吗？有。是这样，明天省府就要审核 SPV 项目，你赶紧过来加个夜班，我们要整理出一份最具说服力的报告。我和粉扣在一块吃饭，这事儿还得经过他批准。跟粉扣一起吃饭啊？你把电话给他，我帮你请个假。好，宋总。大川阿姨，你别听他瞎说，什么要我批准啊？你放心吧，他已经在换衣服了。我知道，我都理解，律师的职责所在嘛。哎，那你还有什么事要跟他说的吗？那行，那先这样啊，再见，大川阿姨。赶紧去吧。嗯。啊，刚才我的话没说完呢。你这个人啊，有的时候就是太爱钻牛角尖了。林森林的行为是对是错，咱们暂且不论，就说他的行为被发现了，那也有100多条途径呢。没准儿他自己泄露出去了，没准儿他行事不周，被公司发现了。怎么他一咬定你，你就承认了呢？做事只要无愧于心，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你左右不了别人的判断和想法，但是你能左右你的心。只要不是你做的，你就坦然面对这个世界。再说了，林森林算老几啊？他相不相信有什么用？至少我相信这事儿啊，一定不是你做的。好了，别胡思乱想了啊，来，该吃吃，该喝的喝，烦恼忧愁都抛脑后。嗯，你们男人啊就是这样，又让女人吃，又嫌女人没身段，真难伺候。听宋总的意思，今天晚上恐怕要干通宵了。这样，明天中午我去事务所接你，然后一起去登记处，好吗？嗯，都听你的。非常幸福，以后结婚天天要过这样的日子。小小的离别，然后再重新团聚，走吗？那小心点。嗯。对吧？对啊，你找谁啊？我找这里的男主人。哦，他刚走，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你是他太太吧？哦，也没什么大事了。是这样的，他前两天呢到我们店来买东西，当时他说没带钱，就留下这张条子。他说呢是第二天来付钱，到现在已经一个星期了。是32元是吧？是的，一共32元，复印15元，饮料17元，一共32元。复印。他到你们那儿去复印了？是啊，复印了一叠文件，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办公室有复印机，为什么到你们那儿复印啊？你是不是搞错了？不会错的，我亲手替他复印的，一共15页，1块钱一页。
你稍等啊。嗯，好。姑娘，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份文件？是的，我复印的。你再仔细看看，这很重要。小姐，不就是15块钱吗？我犯得着蒙你吗？肯定没错的。啊，钱给你。好，谢谢，再见。没准儿他自己泄露出去了，没准儿他行事不周被公司发现了，怎么他一咬定你就承认了呢？林森林色老子，他相不相信你有什么用？至少我相信这事儿一定不是你做的。这个项目很有可能进入政府的扶持计划，所以我们的申请报告不能出半点差错。外商资料和国外对新能源方面的探索由安武主写，马少奎根据环境法规的条文主写第一部分的概论，要把我们这个项目在减排节能方面的长处和提倡低碳生活的内容讲深讲透。呀，加班呢？走走走，我们出去说，不打扰他们。这么忙啊？你怎么来了？我找你啊。你来的正好，我也不客气，把你一块抓差。什么事啊？我今天见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的资金缺口有救了。你马上去起草一份 SC 的财务文件，行文一定要简明扼要，要在会议上宣读的时候让外行一听就懂的那种。你见了什么重要的人物啊？干嘛不能明说？怎么了？你今天见了新来的省长，是不是？老师全都告诉我了，安武就是新来省长的弟弟，他竟然把你领去跟他叙旧情了，怪不得呢。安武那么拽。哎呀，不是特意要瞒你。因为是陈谷子烂芝麻的旧账，都几十年了，我也不想翻他。要不是公司走投无路，我也不想跟他联系。我问你，上次你说要保护的那个人是不是他？我跟他的关系，我不想让外人知道，不想惹不必要的麻烦。上次说要保护的那个人，我打听出来了，就是新来的省长司徒安文，他们俩过去还是初恋情人，特大新闻。哦，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他们俩今天见面了，省长而且还答应
给 SPV 这个项目拨款呢？打印好了哦，董事长，都打印装订好了，您过目一下。还有您的好朋友王教授来了，我没敢让他进来。往北走啊？嗯，快让他进来。好，王教授，请。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哟，大川，你怎么这副样子啊？像是一夜没睡。我就是一夜没睡。哟，要不你先睡会儿，我走。少来。有事赶紧说，说完了我还得去补觉去。我看你啊，还是先补点水吧。哎，大川，我问你啊，这个粉扣是不是来找过你啊？为那封举报信的事儿。这是怎么把你也惊动了？纯粹是子虚乌有嘛。粉扣对这件事情啊，一直没有放弃，现在查到了举报信的底稿。哦。在哪儿查到的？死者姐姐那儿。你好歹也是个资深大律师了，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一天能造他100封，你也信这个？我跟你说，粉扣在看到这封信底稿的时候就想来找你，被我给拦下了。我是怕他一来把你给整毛了，所以先过来给你打个预防针。这孩子的脾气啊，跟你是一模一样，点火就着。你小看我了。我问你，要是粉扣跟你胡闹啊、撒娇啊什么的，你会计较吗？怎么会呢？为什么呀？因为我是他妈。我也是他妈。真是的，你心里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他妈，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放心，等他来找我，我就请他吃饭。配合他调查，他想见谁我就让他见谁，他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怎么样？你这么说啊，我就放心了，千万别把他宠坏了啊！哇！你加了一夜的班，不回去休息一下吧？不用，心里搁那么大事儿，回去怎么睡得着啊？怎么累了？嗯，你好，登完记，咱们一起回去补补觉，怎么样？从登记处出来，咱们算是合法同居了。怎么？你不会是有结婚恐惧症吧？你找个地方把车停一下，我有话跟你说。登完记再说吧，去晚了人家就关门了。几句话，很快。你老老实实告诉我，林森林是怎么被开除的？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告诉我。我不知道。你知道。复印费我替你交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你这样就算人赃俱获了，是吗？我想听听你的解释。我没有什么可解释，我问心无愧。马少奎，我也算是见过一些人，可像你这么大言不惭的还是第一次见。王粉扣，你没有弄清楚事实真相之前，你说话不要那么刻薄。
然你说我不知道事情真相是什么，那好，洗耳恭听，真相是什么？林森林是什么人？你以前看不出来，现在还看不出来吗？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管，我关心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因为你不管他是什么人，你怀疑我，这种因果关系太可笑了。林森林窃取公司财务机密，这是什么行为？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老总，你的员工偷取你的财务机密，你会怎么做？他只不过是想洗刷他受到的冤屈，怎么了？黄本寇，你说出这样的话，你还是个律师吗？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委屈了，就可以肆无忌惮置法律而不顾，可以为所欲为的运用非法手段，那天下岂不大乱了吗？林森林窃取了这份财务机密，有什么法律效力？你还当保镖一样藏着掖着？他的手段是不是非法，咱们先不争论。但是你有什么权利偷取我的资料，还用这份资料去伤害我的当事人？我有什么权利？我告诉你，第一，我是公司法律顾问，我的工作赋予我这样的权利，保护公司利益。第二，我要成为你的丈夫，我有权利保护我们的家庭。你这不胡搅蛮缠吗？这和家庭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林森林这个人在我们身边一天，我们就一天不得安宁。我讨厌他看的眼神，我讨厌他缠着你，他一个电话你就出去了，把我一个人撂在家里不管。我就不明白他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药，你要这样对他言听计从。你跟踪我，马少辉，你是不是跟踪我？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有权利保护我们的家庭。我现在全都清楚了，我也是个律师，你说的第一个权利我也有，至于你说的第二个权利，对不起，你还没有获得，因为我还不是你的妻子。什么意思？为了林森林，你连婚都不想结了吗？我不跟陌生人结婚。你好好想想，你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刚才听你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光冕堂皇的理由的时候，我觉得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了，你变得让我一点都不认识了。对我而言，你就像陌生人一样。粉扣，好了，我们都冷静一下好吗？为了林森林这样一个人，我们吵成这样子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去登记，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你慢慢教育我好吗？对不起，我不跟陌生人结婚。谁还替你擦屁股啊？赔礼道歉管个屁用！你看，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笨蛋？一次两次坏我的事情，这次连你的婚事都被他搅了。坐。小马，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粉哥，我了解，他是从小被我们几个老姐妹给娇纵坏了，受不得一点委屈，眼里揉不得沙子。这次你是为了公司，你没有错，是他钻牛角尖了。今天一大早北斗专门来给我打招呼，说他还在不依不饶地追查于锦绣的案子呢。当然我相信他没有恶意，也就是初出茅庐那股子不懂事儿的劲头罢了。宋总，我替粉哥说句话，他呢确实没有想跟你对着干的意思，但是你也知道粉哥性格上那点毛病就是改不掉。你知道就好，别跟他一般见识，好男还不跟女斗呢。这样吧，一会儿我去跟王北斗沟通，你呢大气一些，到他家里去哄哄他。女孩子嘛，要哄的，只要把他哄好了，这事就过去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啊。你倒是说话呀！该说的我都说了。你现在不想结婚，
没人绑着你能去结婚。你现在这种情绪啊，你们俩要真走到一起，那除了痛苦之外什么也没有。可是你仔细想过吗？你们之间的矛盾就真的有这么严重吗？这还不严重啊，他太有心计了，他会偷偷的跟踪我，他会复印我当事人给我的文件然后出卖我，他明知道我对他不设防还忍心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凤扣，妈要替小马说句话了，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么费尽心机的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他说是为我好，我看这根本就是个借口。我倒愿意相信他真的是为你好，只是方法不得当而已。这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老妈，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要一辈子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竟然在你面前还戴了个面具。你以为你看到的是他真实的表情，而实际上呢却是一个画好的脸谱，这也太可怕了吧。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你们两个现在只是对一个问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冯寇，你现在应该学会从对方的立场来看问题，换位思考，而且要多看对方的优点。你现在是要化解矛盾而不是加重矛盾。小孩子了，我知道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不能草率，可是以我眼下这种情绪，如果还要勉强结婚的话，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还会在背后对我下手。哎呀，宝贝女儿，你不要把少奎想得那么坏，他不管怎么说做过我的研究生，我对他的人品啊还是有把握的。可是妈，你不得不承认学生和爱人终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角色。行了，你别管了，省得你夹在当中左右为难。哟，这么晚了谁呀？来了，少奎，来来来，进来。冯寇，你出来，太不懂事了啊！没事，王老师，我就是来看看他在不在家里。坐吧，啊，来来来，来，我给你泡杯茶去啊。你还有完没完啊？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不需要再给我做什么解释。我也不想跟你再说什么，以后我也不想再见到你，好吧？别再打我这个电话了。我已经知道是谁泄的密了，我希望能立刻跟你面谈。我现在很忙。行吗？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澄清不可。如果你不方便出来的话，那我登门谢罪，请你把你们家的地址告诉我。这样，我待会儿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哎呀，彼此冷静一下也没什么坏处，很多事情还是需要多沟通。我刚才聊了半天，听下来呀，也没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嗯。冯寇，妈，我出去一下。你去哪儿啊？哎，我说冯寇，你说这么晚他自己去哪儿啊？小马，赶紧给我盯着他啊！记住了，别跟他吵架，否则适得其反。嗯，王老师，你放心。哎哎，我走了。
文扣，文扣。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没必要向你汇报吧。文扣，我想找你聊一聊。我知道有些事情是我处理不当，伤害了你。但是我不想听你的但是。至少今天晚上不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那好，我等你。不用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再联系。这儿比较乱，那谢谢啊。你随便坐吧。嗯，你还没结婚啊？就我这个样子，是你，你会嫁给我吗？离了。对不起啊，我不太了解你的情况。江旭知道是谁了？你别奸细奸细的，多难听啊！那怎么，还是朋友？那个，我们能不能先不说奸细的问题？刚才是你在电话里跟我说，你说你要登门谢罪，当面澄清的，那怎么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变卦了？我没变卦，是我死皮赖脸，非得来向你登门谢罪。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当时给你打电话的时候特别不理智，后来我一路上仔细想了想，我觉得主要还是应该怪我，怪我不小心，一时疏忽大意才泄露了你的材料。不过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希望你能原谅我。所以，那个奸细的问题你就别再刨根问底了，行吗？你别给我解释啊！你觉得我会猜不到是谁吗？谢谢你的谅解，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当然那是在你继续聘请我做你代理人的情况下，我保证一定会更加注意保密的。过来，我给你看一眼东西。看，这是历来总公司包括音响公司款项的记录。唯独这2000万，这一次这个账号发生了变化。可是这又说明什么呢？也许这是音响公司一笔业务的应收款，从别的公司收到的。如果按你说这是音响公司的应收款的话，那就说明总公司根本就没有拨过2000万给我。他既然没有拨过，他凭什么把这2000万给调走？对了，我知道一封举报信，上面也提到说总公司有2000万资金流向的问题。什么举报信啊？那封信也不在我手里，不过你说上面写的2000万会不会和这个2000万有联系？哎，我跟你说，这2000万肯定有问题。你想，我一说要去告，公司立马就跟我翻脸，干嘛那么大反应啊？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嗯，你觉得呢？你怎么在这儿？累了吧？我来接你回去。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怎么就不能知道你在这儿呢？我真是太低估你了，你应该去当侦探，当律师太屈才了。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我是来接你送你回家的，你不要误会我对你的好意。你总让我别误会你，我要怎么样才能不误会你呢？你的好奇心也太强了吧。行了，回家说行吗？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自己打车走，您跟我走了。那个，你听我说，我。马小鬼，你干什么你？你放开他！你冷静一点，你干什么呀？走。马少奎，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马少奎，你混蛋！林工，林工，你怎么样？啊，我没事，没事。林工，我没事，没事，没事。你们俩这样还怎么结婚呢？这话你问他去。其实他挺后悔的，今天一大早给他打电话约他上节目，他没精打采的问了半天才知道你们俩出事了。他太过分了，像个流氓一样在大街上大打出手，什么难听的话他都说得出口，太让我大开眼界了。是男人那点心思你还不明白吗？他吃醋了呗。昨天晚上他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你说他担心什么呀？他活该，谁让他小心眼啊。行，我跟零三零上床了，他怎么着吧。冯控，你就别说气话了，其实后来他想想也觉得自己挺荒唐的。你说他好歹也在美国待了四年吧，怎么他脑子里除了这些龌龊的想法没有别的呢？他也不想想他这一天做了什么，他伤透我了。在他眼里啊，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你好，就是你跟林森林的事他过不去。他过不去，我还过不去呢。我告诉你，这次他要一天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就一天不会给他答案。冯控，你就别跟他较这个劲儿了。什么我跟他较劲儿啊？哎，你到底帮谁啊你？好好好，我保持中立，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董事长。嗯。阿武，省府那边有消息了吗？我今儿悄悄问了问我哥的秘书，他说省府办公会议上已经通过气了，今天找经纬的人再开个会，到时候国土局、工业局、银行几家都到，再论证一下。我听他那意思，也就是走个形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宋董，您这一出马可真是大功告成啊，您那边可以抓紧布置起来了，咱们齐头并进。好，有消息就马上告诉我。嗯，就这样。